党的改革工作很多很多，这个改革是有一些阵痛的，我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来稳住这个党。国政里坚持我们扮演的角色，我们要做宪法的守护者、错误的纠正者和霸权的制衡者。我要代表今天的马华，向华社重申我们的斗争。不论华社怎样误解，我们都要坚决为华裔的政治权利打拼到底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联邦宪法赋予我们的一切，我们将竭尽所能巩固华人的经济实力，我们会全力推动教育和文化，我们要继续成为维持和谐稳定社会的重要基石。我们倡导中庸自我，我们拥抱多元。这个国家的子民，我们的祖先是这个国家发展的拓荒者，我们的子孙也将是这个国家开拓与守护者，我们与这一片国土血脉相连。我今天要发出最强烈的呼吁，希望华裔同胞在这个非常时刻来一次彻底的精神改革，为了改变华人的命运而实现空前大团结。马华华社大团结，团结是更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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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